又来了。只用这一招而已。又来了。只用这一招而已。因为小姐上去了以后，一直对我们诉说发生的情况，然后我有马上当下去找那位诵经师傅，但是那位诵经师傅就是打死就是不承认。那好在公司有监视摄影机，还原一切那个事发的过程。小姐因为现在目前心生畏惧，所以已经办理离职了，也不敢来上班了。因为毕竟我们这行业都是在同个工作环境上，一定多少都会见面到，所以小姐怕说这个人会对她再进行下一步的伤害，所以小姐选择离职。